哇，这边有超多吃的耶，这边还有卖哇油炸冰淇淋，哇，好酷哦！哇哇哇，嘿，安农 Alex，Hello， 大家好，猜猜看我们现在在哪里？ Yeah. 这边是非常著名的，有什么地标啊？没有没有，你来看一下。反正这边就是非常在四川成都这边非常著名的宽窄，是这样讲吗？对对对，宽窄。非常酷，我等一下可以给你看为什么叫宽窄，因为这边有分两种巷子，一个是窄巷子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宽巷子，这边就是所谓的窄巷子，比较窄一点点。等一下怎么缩小啊？哦，会。哎，看一下 ，What the？ 哇，传说中的吹糖人吗？好特别啊！好像很会吹，好像很厉害。哇！您这一个多少钱啊？三十。那请问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有啊，你们来一个鱼，金鱼。我现在做不了金鱼，但是做要做很多时间了。有没有鱼类的？很坚持要吃鱼吗？简单的就好了。那你稍等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那小朋友，谢谢。各位等一会儿成套的。这是什么？公鸡吗？公鸡吗？是公鸡的，应该是。龙。好话哦，来转一个，来转一个。到底是什么呢？是什么都要。对，是什么都要吗？是什么都要。啊。哎，是什么？螃蟹。螃蟹。蟹。是吗？还好。哇哇，好会吃。可以不要吃那么可爱吗？这个螺旋薯条在台湾应该是35块台币左右吧，这边是10块人民币，大概是台币50块，算还算 OK 这个价钱，然后还蛮好吃的。换我吃一个看看。好了，离开窄巷子之后，我们现在就要来走宽巷子喽。哇哦，好宽哦，好宽哦。哎，这不是。哎嗨，你们怎么在这边？哇，真的好宽哦，吉祥哎，暂时，好多人哦，哦，宽进，什么东西？你竟然是死路，这边好多吃的哟。感觉会胖死哎。整个都是兔子头哎！现在离开宽巷子咯，下大雨人还是这么多，雨那么大人还是这么多，超厉害的一个地方。阿力，你在干嘛？超贱的，你为什么两个鞋子颜色不一样？没有，这阿玲也是这样，他们超因为这个黑色鞋子超滑的，你动不动你滑一下看看。我们今天宽窄之旅就在这边结束咯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这边搭地铁像在搭飞机一样。哟，谢谢收看影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在左下角按个喜欢，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如果有兴趣，也可以继续看一下我们的其他影片哦。我们下一次再见啦，拜拜。